看看这密密麻麻的老鼠，首先要说下有密集恐惧症者慎入。外国大神又制作了一个捕鼠神器，这回装备十分简单，主体由一个玻璃长方体、一块木板组成，然后在顶部开了一个口子，方便老鼠进入。还是老规矩，在地上和玻璃箱内部撒上少许稻谷，接着就是等待老鼠上钩了。没过一会，就有一大群老鼠到来，马上就有老鼠发现了玻璃箱内部的稻谷，顺着木板爬到玻璃箱顶部，然后钻入其中。这外面的老鼠一看形势不对啊，怎么能让它独享美食呢？所以很快就有老鼠接踵而至，接下来场面就失去控制了。可以看到老鼠们一个接一个，就像下饺子似的疯狂往里面钻，以至于由于入口太小，一大群老鼠在顶部堆积起来，他们谁也不让着谁，都想早点进入内部吃美食。而此刻先一步进入到玻璃箱内部的老鼠早已堆积如山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后进入的老鼠只能掉落在先前进入的老鼠身上。尽管如此，外面的老鼠还是挤破头往里面钻，真搞不懂他们的脑袋是怎么想的，看不到里面的危险吗？下面让我们快进来看看这群老鼠最后的挣扎。当外面的老鼠基本都进入玻璃箱的时候，终于有聪明的老鼠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开始有老鼠用尽力气想蹦起来逃出去。可是进来容易，想出去可是门都没有了。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挤在一起，怎么忽然觉得这群家伙还有点可爱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老鼠可爱吗？